好家仔，好家仔，我早发连电啊，是讲我话讲到当来哦，我嘛袂使无你这母仔的身哦，甲我共家，也无时间，我是要甲业家合作。你莫当作你安尼做，都有机会会当甲业家合作。你哦，我咧讲，你甲恁大仔囝恁这命，即马是我甲恁救的，恁爸囝即马算欠我。 所以讲啊，你无通去选择啦。会考试讲你若是唔跟我斗相共，是个，恁爸囝起码在想办法提出来我走哦，啊，看呐，你也考虑我真少。你请阮老爸来讲出来，互人参考一下。洛凯，咱照顾无惯的，真正是你哦。是啊，天使，我答应说啊吼，讲要来拜访你，歹势哩，有你等。这是你啊？我是阿芳，阿是好。阿芳你好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有足济代志，有想要问我，又唔过等我，先用即摆代志处理好势，咱再去讲，好。袂定啊，你考虑好势无？你什么人？天使是我外爹的，伊欠你偌济，做你先跟我讲啦。洛凯，这个代志你莫插啦，天使。 过去你对我有意，即马我不答你。我听讲你想要甲业家做生意是？我要甲什么人做生意？咁多经过你，业家的人正歹经营，因的生意歹做，不如甲我合作。我保证给你哦，钱最赚爸爸。<笑>你看，要哪合作？ 要安怎合作啊？都要先请看卖，你的背义哦，几两重？你去创啥？我做生意哦，跟恁拼一亏，亏了好过关。想要甲讲个生意哦，你就先度过一关。 我讲哦，这你是唔好咁样变来哦，请来。快点！ 你落去嘛！你落去啊！哦，甲恁爸见啊！恁爸绝对先算一下。我等你啊！还有，喜欢鱼，黑欢黑，莫卡袂着，就要找人查某囝麻烦。我要解决代志，我嘛是找你，袂去找你的查某囝，会记啊？吼！ 去到容易收收了。是。我讲天使吧，你上轮也不好嘞，让你爬爬走。来了，这块车我上那个北营，我先回了，那家找了阿公。啊。